小木偶吧，那是许生的队友，离得很远啊。哎呦，九五 K 啊，直接瞄准，因为九五 K 也是在站立不动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被许生找到机会。这怎么还有第三者的一个插足啊？是的。但是白了妈已经贴近你了，凤仪，哎，别卡，完了 呀！你卡在这个树上，我这是谁开的车？他像一个陷阱一样，把悟空框在那里。他直接出去，他不用往左拐，就直接出坦克，又是坦克，飞过头顶。嗯，他这波下车人没了。嗯，好，我感觉今天坦克好霉啊。旋转的角度还是很快的，坦克一切源于他前面那个从凳子上摔下来那个场景，是的，太搞笑了。预示着击枪了吗？三二一秒，但是前几发很准啊，小杨这个位置直接爆头，是，手感上来了。两个人，我只能说这两个人其实打的都蛮准的，都很准，是的。嗯，前期队友给的伤害很足，他后续补的伤害也很足，是的。我赶紧溜，什么意思？停车一臂打。哦，这个。要小心一点，不过桑德还是把武器器给放倒了。嗯，原地有人在抽他。是的。哦，但是血魔是把零度放倒，武器器已经被补掉了。这波对于 MCG 来说，因为在初期减员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这波是砍，有可能是想要去换分的。嗯，都在互换啊。DSS 已经侵入到这个内部了。God。啊，强行的是拿下一处防区，这已经贴到近点。我看来这边 4M 是想吃掉 DSS 的分数啊。是的。将对方打残，给了12信息21的这个上楼梯那个位置，一个手雷直接解决。二哥一看没有我发挥的空间，小心队友26的话在这个油罐附近。1897啊，正面作战能力还是很强的，他一直在埋12，也是还是有所警觉。李白也被放倒，现在要找这个人，找26，好像是听到脚步了吧，现在好像不知道，他在排二楼。哦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他完全不知道，没有录脚步的二六，还在找，他不敢轻易开枪。是的，他现在要等待这个落单的人过来，他想要用1897两发子弹是连打带补一个，这样他才是赚的。慢慢蹭，一步一步往前蹭，就蹭一蹭不动。现在 4M 在哪儿？来了，好像有意思的牌，有意思了，其他该排的点的牌该进了。啊，这个是前后包夹，没给任何机会。哎，小五也虚空架枪的意思啊？是，但是，我觉得航航差不多了。多少给点走位压力，影响一下对方的走位。第一次啊！哦，还行，后续枪啊，要收金了。这个镜头怎么不听指挥呀？一开一收，一开一收。是的。开合有点不受控制。这航航也在动车了，已经开车过来了。主要是巨幅他能扶人。对，阿伟那个位置扶不了。小五直接把出口的位置扔一颗火，防止你进攻。小杨正面放到12，哇，这个小人，这个新人太顶了。小杨啊，口误，小杨啊，口误。小杨这个新人，对，小杨这个新人，帮你说完整。是的。哎呦，现在风们好急啊！他又打了个永远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小杨。再来。不是，把他太顶了吧？只剩下了小鹿一个了。就是。就因为方面这种进攻就是必须得要阿伟那一侧打开突破口才行的，然后在盖特被倒了以后，就大家也是纷纷想说再给点压力，因为他们知道头顶那个人随时都会过来，没办法进攻。巨斧很聪明，他就是不出防区，因为头顶上有航航这个点，不倒的话你这个过点是根本过不去的，反正急的是你。是的， PUBG 这款游戏你只要架防区，你的第一枪我永远是有优势的。是的，而南边的话 FDI 也是瞬间团灭掉了 GFI， 同时露露也被小九放倒。是的，直接被补。哦，这个时间节点是不太会第一时间解决掉的，慢慢打。哦，这个过点没什么问题啊，这 Small CC 也是个残血，而且还是被龙飞打头。你现在补人确实不太好补，也没只剩 Cobra， 这把抽把就完事儿了。KRG 这里是把12月连打快补了。嗯，因为12月应该是在外围拉出来的。对，他们就是 Monster 和这个12月都是一百。哎呦，航航也过来了，哦，先打一个，打两个，血量已经不多了。插路，这波尽力了。小宇宙过来补上啊，尽大力。
TG DT， 都在坑内。雨人一发瞬间把波量放倒 ，CDG 正面面对已经是看到了 Freezing Boy， 想把这分给拿下。啊，直接先把 Corba 给解决掉了。现在 CDG 要且战且退啊，因为 DT 要率先吃到蓝圈伤害。陨石坑即将掀起一波大战。是的，他旁边不只有天霸，其实还有个 FTI 也在观察着坑里面的动静。是 的，但是 FTI 毕竟就一杆枪在看啊。航航打完桑巴，那是真的是血脉喷张。是的，出来对枪，他总能碰到。哎呦 ，MCG 和巨幅，主要你看是哪个阶段嘛？这两个太有意思了。缺五阶段嘛？是的，对吧？这俩。碰到以后就是一波反祖现象。是的，好 ，CDG 要去进攻，但是与此同时 ，DDT 好像有这个想法往这边走，但是原来有枪巨幅的枪线，这边王涛涛没打过 ，DDT 也过来了。哦，低打狂无威 ，Groza 出枪把这个七七瞬秒，最后一个人在烟内，崔乔，崔伦赫在烟里放倒了天天。崔七和吴威一打一，我判断出来了 ，Groza 正面的伤害，能扶几个呢？有没有机会扶一手？好像不行了，兄弟们都在坑内，他要躲枪，躲子弹。DDT 想劝架，有点着急，他想去，但是这个过点根本过不了，被小鹏是连打逮捕一个，但是小鹏也是最后被拦网收掉。这王骚骚和林强求生欲望还是比较的强啊，纷纷都爬上了这个无威，其实还是可以救的。没，之前好像吃点子弹，所以他只能去规避。你看圈内没有位置给他，没错，他唯一感觉只能去冲一手。哦，他要去打陨石弹收分去了。啊，航航的指挥风格，这个判断是很正确的，在这一时刻，在目前场上最功利的一个打法，也是收获最高的一个打法。高星一颗手雷将王骚骚补掉。来了，小五弟弟进点。高星先把五位最后解决掉之后，底破迎来了巨幅。高星把高星被巨幅这个小五直接连打逮捕了。哎呀，帅气小五！是的，三个人的抱团协同，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枪型角度。哇，剩了三个枪男在上面。好好好好，又是熟悉的 OB 位。三个人开始推土了，现在。这已经推出了一个坑了，推平了，好快的枪，龙 scar。哇，这个是跟小九的配合。还有前面天地地是一个残血，这一颗手雷过去直接炸开，又拿下一分，而且排名又往前拱了一点。哇，没什么问题啊，这个位置确实是，就巨幅做下这个判断，就是我能打一个是一个了，我也不想进圈，够多了。还是小五这个位置是有点难操作的，能打倒吗？打倒就赚了，直接连打带补。哇，这个位置还有机会吗？罗斯哥一直在给枪去支援。是的，想救，但是这个角度只能看背包，还是补掉了一枪头。十个淘汰了，在这种情况下找分拿。在烟内圈边压住烟的话，他要出烟被架到，看到了，看到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直接扑了。有两个小五，这个巨幅把我秀晕了。谁让你们天天喊小羊？我小五也有一席之地。是的，五弟弟，但是人头被原点的 SMS 给拿下，开始秀了。现在不要管其他的，秀就完事儿了。鱼人的双狙也发挥了 ，two tap 被放倒啊。但 KRG 能救，对，就我就在旁边。按顺序丢，依次丢出。哦，还是被抽了啊。SMS 提前拉手拉到反坡。人的话真的。但是他里面过点的时候好像是打了一枪。对，打了一枪的。就他第二枪是惯性嘛，惯性顺境。哦。他最好的方式就是走到自己队友近点，他有机会 monster 是一梭子压上去把菠菜。先放倒，谁说我指挥没有枪法？鱼人又来了，什么？就怕这个鱼人。T9还裤裆藏了个雷，哇，又一枪，好快的狙。不用打开，不用打开，这。我有压力。先把 IBS 卡了，先。IBS 拿过来，半天藏一个。
哎，我这儿来，我操，有个架势兄弟。别先盯，刚憋什么？我在盯。那边还是倒了一个，完了，牛逼！他去满边，你枫叶可以救他。我没压了，又被拉上来了。没事没事。那枫叶不打吗？行。他去也倒一个。RBS 在拉服吗 ？RBS 在拉人呢，你可以救，给我顶着。救，你救啊！我操！我救，那我救。RBS 死完。没事。好，恭喜 KRG 拿下一击。那其实，在最后的语音也是听到 SMS。